睡着到醒来，一直脑中有四个字，就是究竟彼岸，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究竟彼岸是怎么回事？这还不懂啊？你到达彼岸呀，彻底觉悟呀，达到究竟圆满呀，什么事情要到底呀，才能圆满，才能想通呀。所以我们中华文化里边说了，你这个不到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感恩师父。